海上值守单位，这是指的是对沿海地区船舶安全保持值守的固定的或流动的单位第二，海面搜寻协调船，这是指在特定的。爷爷，我一点都没记住。哎呀，不要着急啊，多听几遍就记住了。第二，海面搜寻协调船。关于水下潜艇的储备福利问题是这种情况，它属于水面状态时只有15%到42%，一般商船则高达其质量的80%以上，一般舰船也能达到50%左右。而当潜艇潜入水下时，其浮力为零或只有极少的正浮力。你为什么不记录？我听不懂你这说什么呢？水下潜艇啊！我航海它是在水上，它不是在水下呀。谁说不是啊？多学点知识总没坏处。二叔还能害你吗？啊，来。关于大深度下的高水压对潜艇的影响问题，由于潜艇的艇体是由耐压和非耐压两部分。对于每个航海家来说，海洋动植物学是他所必须掌握的学科。今天我要给你讲的是鱼类部分的第三小节，着重介绍一下热带海域中的热带鱼。我们先来看一些哈，有毒的热带鱼，其中最常见的大约有300多种。这记主要是刺尾鱼、鲈鱼、飞鲤、海扇、龙头鱼，这些鱼的名称啊，你都要记住，并且能够根据这个图形给它分辨出来。哎，有这个必要吗？我去航海又不是去捕鱼。是啊，是啊，这些都是有毒的鱼啊，万一你航海的时候吃了有毒的鱼呢？那我在海上绝对不吃鱼，行了吧？那也不行，万一轮船失事的时候，你像鲁滨孙一样飘到荒岛上去呢？那我宁愿饿死也不吃鱼，行不行啊？失事是航海中常见的事情，所以每个航海家都必须掌握海上救生法，这当中包括海上求生和海上组织援救两个部分啊。今天呢，我主要给你讲的是海上求生部分的第一阶段，弃船。弃船呢包括这样几个程序：一，由船长下令弃船；二，最后发出遇险信号；三，船员将国旗、船舶证书、有关日志和海图携带下船；四，组织救生艇的降放和所有人员下艇。五，组织发放救。一共有多少条啊？一共最重要的就有16条，而且每一条呢还都有若干个小条目啊。一会儿我再给你详细讲，是吧？当然了，弃船啊只是海上求生的开始，下面你还要掌握有关救生设备的性能啊，尽快适应海上漂泊的特殊的生活环境啊，学会各种急救和预防措施啊，还有如何等待救援和寻找陆地呀。上帝，简单点儿。比如我不当船长也必须知道怎样下令弃船啊。那当然了，那个海上救生法是每个航海家都必须掌握的。你什么？是不是不找可怜的航海家？怎么着？圆圆跟小张出去了啊？小张去买菜，我让圆圆跟他去散散心。哦，你放心，一时半会儿回不来。赶紧来开个短会，赶紧。说，这几天情况怎么样啊？你是说这个？圆圆航海学习的事儿 对，很好啊。他已经把我教给他那些航海攻略全都背下来了啊。正在熟悉细则和有关修订部分啊。如果没有新的课程，
我看他在我这里的学习就算圆满的结束了。怎么就难不倒他呢？志新，你那情况怎么样？圆圆起先对这水下潜艇啊没多大兴趣啊，后来经我耐心引诱，现而今是兴趣倍增，各项功能参数啊比我背的都溜。哎呀，看起来我还真有点当老师的天才。完了，小凡，你那儿呢？怎么样啊？我发现吧，圆圆是个悟性极高的孩子，海洋动植物学方面他已经达到了大学本科生的水平，我是没法教他了。我早就说过，咱们这课讲的吧，越枯燥越没劲越好，千万不要提起圆圆那个兴趣来。你们可倒好，一个一个的啊，就怕埋没自己那点才华，凑着一个一个比一个会教书。哎呦，现在只好采取更为极端的做法了啊，人海战术外加疲劳战术。损数量，妈昨天教你的，记不住了吧你？哦，对不起，我现在满脑都作文。海损数量，1980年，哎，好像是228艘。吨数呢？180多万吨，只是商船。哎，我说的不对吗？对。啊，对了，圆圆，二叔问你，第一艘水下潜艇是谁发明的？大卫·布什内尔，他是美国人吧，二叔？发明时间？1766年。那是一艘什么样的舰艇啊？是一艘单人作战潜艇，还是人力推进的？对吗？哎，他都答对了。快吃饭，圆圆，这还赶紧吃。爷爷，圆圆放学回来了。哎，慢点喝，不要呛着啊。哎呀，爷爷，哎，你今天上体育课可好玩了，我们女生和男生一起拔河。哦，你猜我们谁赢？政府间海上协调组织2009年向世界无线电行政大会提出了什么要求？是关于海上搜寻救助频率的问题吗？这个，就是要求在4、6、8、12和16兆赫海上搜寻移动频率里各分配一个供所有国际电信联盟区域使用的频率，主要用于遇险和安全之目的。爷爷，我说的对吗？啊，好像对吧。谁记得这些鬼东西？圆圆，圆圆，别看了，圆圆，小顾考考你，是关于海洋动植物方面的吗？考吧。请你任意举出海洋中一些有毒常见的动植物。别看了，快回答小顾问题。太简单了，任意举出是吗？比如说食鱼、蟾鱼、斑马鱼、某些珊瑚虫、某些海胆、软体动物鱼螺，还有海蛇，很多很多的。他说的对吗？记不住，没事。记不住我告诉你，问我啊。圆圆，干嘛去啊？出去玩会去。哦，过来过来。
我问你，按照规定，海上救生艇应该配备哪些器具？都要说吗？都要说。单座可浮桨一套，备用可浮桨两只，以及可浮舵桨一只，桨架或桨叉一套半，水瓢两只，艇底塞两枚，以认可材料制成的水桶两只，太平斧两把，每端各一把，灯一盏，备有足够点燃12个小时的燃料，适用火柴盒两盒都要装在水密容器内。好好好好，不错。别着急，还有呢。桅帆及索具一套，帆为橙黄色，认可尺度的海锚一只，哨笛或同等音响的号距一只，钓鱼用具一套，口粮按救生艇额定，每人一份，通常是每人800克饼干和300克葡萄糖，存在气密容器中，而气密容器则储存在水密容器中。行了行了行了，别着急，我跟你说呀，这还有呢，开罐头折刀一把，是于存放细小物品的柜一只，在水密箱内认可的急救包一套。哎，行行行行行，我不听了，我不听了，我跟你说还有。怎么着啊？啊，一放暑假也没多远了，咱真让圆圆航海去啊？哎，跟他谈谈吧，我倒是可以带他去坐一次海船。上回说带他去大连，他都不去，除非你领着他沿着中国海岸线绕这么一圈。那不可能，多带他去几个地方不就成了吗？你们赞助。实在不行，也只好如此了。啊，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理由再去阻止他吗？啊，自己把自己给逼上了绝路。问题是还不知道圆圆答应不答应这个条件呢。我们当初是答应他啊自己去航海的嘛。圆圆，我们大人呢这正商量着让你去航海的事儿。你知道我们本来呢都不大想让你去啊。我早就知道你们不想让我去。行，那我就不去了。哎呦，这么乖呀，这孩子，这太棒！今天我们学校请了一位中国登山运动员出去做报告。听完以后，我和扣子都决定暑假改登山了。啊！就爬个珠穆朗玛峰，美名儿上，请各位赞助啊！各位，哎，怎么着啊？各位辛苦啊！再来刻苦攻读一下登山方面的书吧。哎，我就不信压不住圆圆。你看。